哒哒哒哒哒。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要怎么说再见？我们都有看不开的时候，总有冷落自己的举动，但是我一定会提醒自己，如果还有明天。我们都有伤心的时候，总不在乎这种感受，但是我要把我每次感动，如果还有明天，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要怎么说再见？哦，如果你看出我的迟疑，是不是你也想要问我，究竟有多少事还没有做？如果还有明天，我们真的还能够有明天？是否能把事情都做完？是否一切也将云消烟散？如果没有明天，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要怎么说再见？哦，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哦，要怎么说再见？要怎么说再见？哦，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我要怎么说再见？谢谢。哎，掌声鼓励。